什么？我就一定就行，就能活。大强，大强金额悠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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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？哎，小温度，小温度，大小温度呢？小温度呢？金额悠悠，大强。哦，我在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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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兄，怎么说？我们两个人可以。我也啊。铁哥、小兄、小温都、三郎啊，罗点三郎，铁哥你根本跑不掉。我跟你们说，当时是马老师和九月两个人，九月说我肉汁我肉汁，然后他就带着马老师进地牢里面了，应该是这样。然后他俩就进去了，然后我跟着他们后面的，然后我走到那个地牢的，你知道，我进去了之后，我怕他们俩有里面有狼，我没敢进去，我就回头了，回头出来一群人，他们三个直接三狼三刀，没想到我回马枪了，全票打飞，钱哥，好吧，我直接站起来跳起来打三狼，我够硬吧？啊，全票打飞，钱哥，过，非常硬，非常硬。因为这把九月跟刁德天两个人去洞里了，然后我过了大概有五秒，我跟三三一直在一块儿，然后我就想去里面看看，因为这个九月不是爆了肉汁嘛，想跟九月再聊一聊。然后这边三三回首报警，三个尸体点了三张牌，茄哥、小修、小温都，这把归票的是茄哥，我觉得非常硬，没别的说的，过。没错，三三这波起跳力度非常高，我这边可以保刁德天，我俩全程在一块，然后我这把是肉汁儿啊。哦，这轮那就先出茄哥吧，过。狂鼠妹妹跟大谋一起复活的，然后这一把票茄哥没有问题，过。你放屁！三三自刀自爆，就是现在玩这么溜是吧？头三三耳是三三先刀的，三三手温度和茄哥是三蓝啊，然后我根本就不在现场，好过。OK， 你不在现场，你等会儿来饭堂可以的。我只说一个点，我只说一句，鸽子你不要捣乱，因为你如果弃票，五个人弃票，让狼和鹈鹕平票的话，进去狼开刀直接输。我只说这一个点，所以无论你是要赢还是怎么样，你都不可能弃票，啊，对吧？出茄子啊，其他不了。过茄哥、小修、三三、三狼出这个三三，哎呀，我真服了，弃票吧，茄哥。站起来打！我太谢谢你们站起来打我这个工程师了。三三小温度修可爱，三蓝三刀没给我刀了，三个人这样踩我。OK， 我工程师走了啊。这三三小温度修可爱，三蓝踩得好，玩得好，演得好，我走了，兄弟们啊，我走了。啊，工程师走的，你看看有没有人帮我？有没有人帮我？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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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切不动，切不动，直接开刀，直接开刀，直接开刀！我六秒了，五秒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开刀，开刀，刀一个是一个，刀一个是一个，不然他们捅我们。不下完。哥，哥子！啊！狼人出击！啊！真是狗日！杰哥，杰哥，杰哥！不给机会，不给机会说话，直接投，直接投啊！自卫的话，我就直接投，太好了。